快啲，我哋。我是 Lawrence， 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啦，一个爸爸啦，一个业余的三项铁人啦。咁我有两个小朋友，咁有一个就跟埋我一起玩三项铁人嘅，咁佢十岁叫 Louis。其實佢好細個已經跟我，譬如跑步啊、踩單車啊、打波啊。通常我每次去比賽咧，都帶埋阿仔去嘅。有一啲比賽咧，佢都會有一啲叫做 Iron Kids 啊 ，for 小朋友嘅 race， 咁啊可能係一啲好短嘅，譬如可能啲跑步啊，咁佢都有參加啦。即係其實由細到大咧，我都係抱住個心態就係我唔會逼佢去做一啲佢唔中意做嘅嘢，但係一啲目標啦，有啲計劃佢自己想做嘅。他話咗要去做嘅，咁我就會 push 佢去做到。即係如果你問佢，即係佢一大個咗啦，你會想打機定做運動？咁佢都會揀做運動嘅。其實首先我會揀做運動。加油！望前望前。咁做運動嗰陣時咧，就都好開心嘅。爸爸會同我講加油努力嗰啲。錯錯 ，Louis， 唔夠快啊！你醒。錯手啊！加油啊！快啲啊！追過前面嗰個人啊！就會激發到我可以繼續向前，我都會堅持落去，即係我每一次練習都會好盡力嘅。即係有一次見到佢佢一個單車比賽，咁即係唔小心啦，尤其有意外啦，炒車啦。咁佢係第一時間，佢唔係去睇下自己有幾傷啊，成啊，佢即刻執翻架單車去追翻前面。佢好有鬥心咯，係啦，咁我覺得做運動員都好緊要嘅。咁你自己覺得爸爸叻唔叻啊？覺得好叻啊！我甚至有時當佢係偶像，我覺得佢都會好支持我去做運動員嘅。如果佢有佢嘅目標，我好之前講，我都會全力去支持佢咯。玩三項鐵人啦，都係一個高昂嘅消費啦。因為譬如可能大家見到我去一個比賽啦，你機票、報名費、住宿、洗費啦、車費啦，咁其實最少都五位數字啦。要單車就由譬如可能五位數字到六位數字都有嘅。其實即係可能譬如如果你話我想佢繼續玩落去，我最希望係。我自己第時我唔使佢養翻我咯，係啊，即係我自己可以照顧到自己，唔好俾咗個經濟嘅壓力佢，咁佢自然自己又會可以輕鬆啲咁去追求到佢嘅夢想。即係喺現今社會裏面，你唔俾到一個負擔人哋，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準備啦。你會唔會贏啊？你會唔會贏你啊？唔會。咁就啱啦。但係我會鼓勵你。父子档要继续追逐铁人梦，除了身心要保持最佳状态，更加要为生活做好周全准备，才可以跑得更远更安心。所以富通保险由爱出发，全新推出价值连城寿险计划，计划可以搭配价值跃升选项附加契约，只要透过预缴全数保费，最快只需要五年就可以保证回本了，令你的保单价值站在更高点。还有保单分拆选项，在第五个保单年度完结之后，可以将保单基本计划的部分投保单位分配至一份独立的分拆保单，让你灵活规划资产，应付当时的理财需要。计划更加可以无限次转换受保人和特设保单延续选项，让你真正做到财富无限期传承，成为你下一代的强大后盾。在推广期内成功投保价值连城寿险计划，并以一笔过形式预缴全期保费，就可以享有 8% 首年保费折扣优惠。